我跟姐姐要开箱冰淇淋。对，这个是日月潭红茶冰淇淋。来，弟弟，你先打开吧，它快融化了。日月潭哦。对，姑姑去日月潭，配合的商家买的。日月潭。配合的商家买的啦。日月潭。去日月潭哦。没有啦，哎呀，是跟日月潭有配合的商家买的冰淇淋啦。在这里。我手太短了，我要滑过去。爸爸。啊？你看。对啊，又融化了。不可以。什么？打不开啊！你帮我扶，你帮我扶在下面。好。帮我扶好了，弟弟，你这个力气太小了。我先用姐姐的好了，你力气太小了。啊，爸爸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打开了。好不好吃？好。妈，我打开，我正在等不及吃冰淇淋呢。你说等一下啦。你不就像开箱玩具一样，不就好了？姐姐帮忙，因为弟弟他都扶不好。帮我扶好哦，因为弟弟他力气太小，我一扶他就弄倒了。哎呀，弟弟好，哎，弟弟糖纸拿出来了。好，姐姐，好吃吗？很好吃。很好吃哦，真的假的？你要吃干嘛？你吃。你吃干嘛？你们一定会剩下来，不用担心，你先吃，不然到时候就融化了。有点我喝过的红茶味道。真的哦，哇，你拿起来吃，不然的话会滴下来。我告诉你，就是弟弟。拿着吃，会弄倒打翻的、欸。不会，你一只手拿着，一只手夹。好，你要这样子吃，好吧？那就算了。哇！我以为姑姑，你以为姑姑怎么了？我以为姑姑去日月潭了。没有啦，她只是离开而已，她去买一下冰淇淋而已。啊，弟弟快吃啊！你吃不完，我爸就帮你吃完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有点。姐姐爱吃你不好吃，姐姐喜欢你就不喜欢，好吧，那我就帮你吃吧，来帮你吃冰淇淋。抽烟，不能抽烟，抽烟对身体不好。我在抽烟。